就是有请尹珊跟秀红来替我们介绍。大家好，就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志工培训的课程。那我相信大家来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就是有看到我们的文宣，或像刚刚有人说到有电子报，或者是像亲朋好友带来的。那不论你们是怎么看到的呢，就是既然大家都坐在这里，相信大家都是知道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想要救援邱和顺。那除了这个目标大家心里都很明确以外，我们想要再提供一个小小的观点和一个问题，请大家先放在心里，然后我相信这个问题可以陪伴大家就是一起成长，那就是邱和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既然来这边做他的志工，我们应该要一开始我们想要先跟大家介绍，就是他是一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希望大家可以先想一想，你们自己可能有自己的答案，那我们等一下也会用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再跟大家重新介绍一次我们认识的邱和顺。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问呢？其实我们这个志工团很多人都对邱和顺毕竟就是有程度不太一样的了解，像我们的团长啊，他就是已经是名列关就是去探望邱和顺第一名的人，然后也是我们邱和顺大哥的干妹妹，所以相信我们团长对他的了解是我们这个志工里面最多的。那其实其他的志工们也都多多少少有去看过邱和顺大哥，亲自跟他碰过面。那除了碰面以外，我们其实也会借由一些书信的方式跟他互动，或者是说他会写一些回忆录出来，那让我们了解他的背景。那像今天呢就带了一封，因为我今天才收到的他的回信，他真的很感人，他每一封都有回，即便这一次我不是用思改会的名义寄给他，是用个人的名义寄给他的，他还是就是很贴心的回了我的信。所以我知道邱大哥其实都很关心我们这个志工团的。那之所以这样讲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志工就是因为认识了这个邱和顺大哥，所以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其实是更加的有动力的。就像之前有一些AI 的人有去探望过邱和顺，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认为因为邱和顺大哥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还有他的热情，所以更加的激起了他们想要救援邱和顺的心情。所以我相信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认识邱和顺的话，大家会感受到他不仅仅是我们文宣上那邱和顺那三个字，然后你们更可以是用一种他是一个人的角度，或者一个他事实上在你的生活中是一个朋友的角色，或甚至是一个家人的角色这样的心情去救援他的话，那相信大家在这个救援行动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不同的体验跟感受。对，那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他是谁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他是一个台湾人，这听起来是个废话，但是刚刚的国际组织也介绍过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讲呢，是因为他是一个台湾人，但他的案件已经受到了我们国际上的关注。所以就像刚刚一鸣大哥跟 AI 组织介绍的之后的活动会相当的繁忙，所以可能真的很需要各位的协助，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这里。那接下来这些是我自己问了一些我身旁的人对邱和顺这个人可能一开始有什么样的印象呢？首先最简单的就是先问我的家人嘛，那我那时候就跟我妈说我要去当邱和顺志工团的志工，那我妈就说啊那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刚说就是那个，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出生，所以我就只能说大概是我出生前一年的时候有一个路政案的那个绑架案。她听到这里她就很清楚哦，她就说哦我知道我知道啊，那个不就是一个很变态的人然后把一个小孩子绑架然后把他杀掉哦，他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撕票案，那就跟他说，可是我们司改会知道一些事情，他可能是冤枉的啊。那他就说，可是司法都已经给他11次的这种更审的机会了，那都已经11次的给案件机会，还没有办法回，就是让他证明他是清白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觉得他是有罪的、啊。所以像是我亲戚，要不就是这种态度，要不就是不太清楚，但是听起来都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毕竟是上了报纸，然后有一些负面新闻的这样的人嘛。那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来到这里，想要重新认识邱和顺呢，我们就不能只是仅仅在新闻上看到这样的第一印象，我们想要先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这个社会会对他有这样的印象来打破这个迷思。那我们来看社会如何认识阿顺哥呢？那我们必须说因为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机会真的去亲眼认识见过他嘛，所以我们都是用一些有限的资讯，像是新闻报章杂志去认识这个邱和顺的。那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报道是怎么样子的呢？这个是大概是我看一下，77年的10月的中时报跟77年的
那个联合报。那这个大概是陆正案就是发生快要一年的时候，警方宣布他们已经要破案了，因为他们已经攻破了邱和顺的新房了，然后说邱和顺一脸冤枉相啊，临死都不承认啊，可是终于他还是承认了。然后你看陆正案这个斗大的字眼，然后旁边就是邱和顺杀人什么什么的。所以当这个报纸是我在司改会的资料库里面找到的。那司改会的这个资料库我看了一下，大概从1987年到1990年这三年间，像这样子就是跟邱和顺和重刑案啊，或者是他犯过什么陆正案啊这些的报道，总共加起来看起来有大概快要300多篇的相关新闻。那像这样子的新闻，如果每就是对于一个可能看报纸的人或关心一下社会时事的人来讲，你每天看到陆正案旁边就是邱和顺的话，对这个人大概就是连结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嘛。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种很有趣的报道，接下来一个就是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强盗入宝山治安三不管，疑涉肖响湖命案。那我那时候在翻这个资料库的时候，觉得很有趣，为什么邱和顺被定罪不是因为柯宏玉兰分尸案跟陆正案吗？为什么突然跑出一个肖响湖命案，然后好像之后也没有什么陆续报道，无疾而终那种感觉？结果后来我问了一下才知道，这个是下面报道只是写说，因为警方当时就是因为他是陆正案的犯人嘛，然后就觉得好像宝山这一带的事情都跟邱和顺搞不好都很有关系啊，因为他可能势力很大，所以那时候就把很多当在那边的案件就想说，那先丢给他，从那边开始查好了，搞不好都是他做的，就会有这样先入为主的印象嘛。那如果警方有这样子的怀疑，那再加上媒体去就是报道像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大家看到也不会follow说他到底有没有做嘛，然后之后就觉得哦，可能他跟这附近的案件都有一些关系哦。像这样子的报道一出来，其实对大家的印象都是有很负面的影响的。那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点那个，就是像那个是跟第二审的时候的80年左右的联合报。那像邱和顺这个案件到目前为止已经更审了11次，然后也是20几年来的缠讼。那其实这11次都是确定死刑的状态之下，其实媒体跟进的报道也就是像这样子的标题，就是邱和顺他维持死刑，邱和顺维持死刑，邱和顺维持死刑，然后这样子的11次就是告诉大家没错，他就是一个死刑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邱和顺跟陆正还有跟死刑这样的关键字其实是一种分不开的状况。那既然我们今天在这个司改会呢，我们就不只是想要给大家看这些报道说我们资料库很厉害以外，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司改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可以让大家认识邱和顺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先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就是司改会做的一个10分钟的影片。我是阿叔，生日一定要有票。虽然是说，我想加一点钱来去吃一个肉丸。肉丸对阮油内底好吃的时阵，又搁油，又搁香，又搁香，足好吃。在我29岁的时阵，我想做。该定的东西，我中了，跟我吵架一次。人不是我菜，我明明决定要吃，算去租车，有证明也无证。但是警察有滴要挂，我们弄到外头去。
再把我卡掉，他那么就跳。我几年只有一三年，听讲恁拢坐捷运，台北有高雄来有，我毋捌坐过。听讲101是全世界上高的桥，我毋捌看。我干焦知影，我是全世界无拍上好的。今年的清明，我的性命看过比较多，明明我就没有性命。现在外面应该是秋天了，秋天的风冷冷的，我就没有什么情绪。我本来就想要吃一个小饭团吧，你能去，但未不能去。像上我父母，也只有两间，算了，我只能骂我。就是小的时候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是竹南火车站，然后我们去看阿苏的时候，就是有人会到这边，或是坐游览车。那其实他的家乡这边已经就是改变很多，就像那个照片一样。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阿顺哥，他常常会，他说他一个，常常会一个人，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常常会一个人来这个地方，然后一个人对看夕阳，然后我们的团长就揭穿他的秘密，然后就说这个是他带妹妹去的地方，这样子。对，然后，这个就是阿顺哥最喜欢吃的那个霸王。然后，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平凡、很简单的梦想，可是没想到说，就是被关进去之后，这些他们的那些梦想都再也不能实现。然后，这是他现在最感慨的一个地方。对，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阿顺哥回忆录里面的内容。那他就是之前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也有跟我们说，就是很辛苦，但是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就是把他真的细细的写下来，然后固定几篇文。然后他的爸爸就是秋天宋先生，然后也因为他在里面就是关的过程中也已经死掉了。然后他的妈妈邱思玉，然后因为也不识字，然后就是没有，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就是做阿顺哥救援的工作。那现在也是有事改会跟其他像国际特色组织这些的团体在负责救援。那他现在仍然就是还健在，他住在阿顺的老家里面。那他也很老，就是有八十几岁了。那他，就是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希望说可以活着看见阿顺，就是活着出来，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让他可以，他们两个可以在就是度过他们最后的晚年这样子。那邱和顺他是老三，那他们家有五个小孩。那其实我看阿，就是他回忆录里面最有趣的是他爷爷的名字，他爷爷的名字叫做邱乞丐。然后就是他那个他们是地方有名的望族，但是他的爷爷的名字就叫做乞丐婆。然后就是我这个名字真的是很有趣。然后呢，他以前都出去都说我是乞丐婆的金孙呢，然后大家都对他说哦你是乞丐婆的金孙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在苗栗县竹南镇龙凤，就是我们都说龙凤港的那个地方就是他那边，然后那边也是一个就是风景很美的地方。然后他小的时候就是很顽皮很聪明，然后他常常就是他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叫他，我记得他的回忆录里面有写到说他爸爸叫他最就是烤番薯烤怎么烤才会烤得很好吃，他学一次就会了。然后他后来就很会考，然后还有他抓鱼，然后赚钱。他从国中的时候就会，就是自己抓鱼，然后赚钱。然后他，但是他的虽然说他很漂皮，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孝顺父母的。然后他有写到说，他们老师就跟他讲过一次说，他们要孝顺父母。然后他常常去夜市里面玩的时候，他常常会带一些很多臭豆腐、霸王鹅啊之类的，就是带回来给他们爸妈吃。然后他就说，他就跟我们说，就他就跟我们说，你不要看他的爸爸妈妈嘴上会念说，哎，老会挤塞，可是他们其实就是觉得说，其实他们心里也会很甜。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自己常常也会就是不孝顺，或者是说都忙自己的事情，总是没有想到爸爸妈妈。可是阿顺哥就比较，就阿顺哥其实他的优点也是很让我们学习。他就说，来新来讲不出，他赢西瑶力去把他做老黑。然后，这是阿顺哥他，就是里面写回忆录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很多困难，然后阿顺哥他自己是一个很乐观、很乐观的人，所以他其实被关二十几年的过程中，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就是我们救援他的事情，然后他也没有放弃过他证明自己的情况，然后他就勉励我们说，我们如果说真的我们自己的人生中没有困难的话，我们不妨可以就是爬到高楼上去往下看许许多多来往的车辆，走在路上的行人就是匆匆，然后去沉淀一下，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人生在世的时候就是要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抓住一个不变的原则，失败了也不要有遗憾，因为你的快乐就是你的成功。然后这个其实是就是看阿顺哥的回忆录也，我觉得我向阿顺哥学习到很多，对。然后那现在阿顺哥的生活，就是他现在在监狱里面的生活，主要是就是他常常会寄给我们来信，然后在来信中我们也可以常常就是看到他的生活。然后他现在的旧，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之前就是寄给我们的那个信。然后就是这边是他的伙食，然后。像如果你们去看监狱的伙食的话，就是监狱都会告诉你们说他们吃得很好。我念，因为要后面如果看不清楚，我念一下。他是说那个他是吃麻油鸡，然后塔香鱿鱼、蒜香培根。但其实那个秘辛是那个他是说呢，那个麻油鸡是假姜比假给吧干贼，它里面的姜比鸡肉还要多。然后呢，那个什么？那个塔香鱿鱼，但是没有它里面没有油，然后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菜色都会取的名字都会很好听，但是其实他们就是会就是没有那么好吃啦，对，然后所以说受刑人也不是说就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其实有连几分是这么好吃，其实没有，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然后他有讲，他就说，就是他说。就是这，他就说告诉我们说，哇，讲他叉塞的，就是很，就是不是很好吃。然后他，哇，住酒店吃的。监狱里面啊，会常常会响应一些就是政府的政策，像最近政府他们就说要无肉日，就是流行吃素，然后他们监狱里面会办一些无肉日，然后像阿顺哥之前他有就是响应间的减碳，然后他们固定一个时间就会关灯，然后不准就是，然后还有在关灯之前是有一段时间是不准说话。然后就是狱中，因为关灯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到他们狱政的问题，就是因为如果说有开小灯的话，其实狱中的就是斗殴或者是甚至是性侵的问题，监视器是可以监测得到的，但是关灯会影响到它里面的狱政问题，所以这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监狱里面的人权也是有就是会有些不好的地方。就是阿顺哥最高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探望他，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就是，但要看个人，像慧芳姐她就是对阿顺哥很好，然后她就带很多好吃的菜去给阿顺，然后让阿顺哥，然后
就是慧芳姐就跟阿顺哥就是长期去探望那个，然后他就觉得说很高兴，对，然后就是他阿顺哥就是在狱中就是有朋友来探望他，跟他聊聊天这样子，好，谢谢，还好吧。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团长有交代我说，就是一定要就是讲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我们现在那个阿顺哥他自己都有做一个就是看似的排行榜，然后那个现在第一名已经变成我们的团长慧芳姐了，这是去年他接的游戏，然后那个就是慧芳姐等一下也会跟我们讲那个怎么探视的内容跟里面监狱里面相关的规定，可以再往下让我们看有多少人去的，对，有很多人，这么多人，也有律师，然后还有一夜，他还有一整天，对，然后对，这些都是看去探视过他的，这些是他申请的人，对对，他有的没去看，对，然后他就是没去看就没花，申请的。好，然后就是。